是1月7号出的事，车祸。将来我们一定会改变这一切，我是不会放弃。这所有的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我是新闻部的编辑陈佳兰。你这个变态怎么会在这儿？神经病！死变态！我告诉你，我可以曝光你。KO。说，你到底想要干嘛？陈佳兰，离我远点儿。我是担心你。你是不是偷偷喜欢我？你想多了。真是透。佳兰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你告诉我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相信时空融合吗？时空融合开始的那一天，怎么回事啊？苏慈了吗？之前就已经出事儿。我不认为这一切改变不了，到时候警察把他抓了，这一切都可以改变。虽然过程有改变，但结果却是一样。像在一个闭环，谁都逃不出去。我们分手吧。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让我放弃，我是不会放弃。这才试一次，好不好？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一切都改变了，他自己一定会第一时间去找何正宇，敲着房门，叫他起床。